其中所充满的世界，甲踮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。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，安置伫大水的顶面。一水画像耶和华的山，一水画徛伫伊神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，心清洁，全心无愧无假，就抓无肯干鬼的人，这个人便得到耶和华的祝福。这是咱请起立，做伙来读四读圣经。我是上帝，在你的面创造一切的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使命。咱的主，伊对圣神祷告，对全世界玛利亚受洗，伊本就为了得应来受苦，连死的死埋葬的灵物，第三日对死人又复活，今天他是全地的上帝大兵，伊的兵来到死亡活人甲死人，我是圣神。我信心，我们教会圣徒的圣光，最下面有你的话，永远的话名，阿们。这是咱永远下的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父上帝，感谢你听阮有罪的人，感谢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洗清阮垃圾和污秽的心。也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顶的牺牲，予阮清气，通平安来到你的教会。搁一遍，伫你施恩的座前来遥见你，敬拜你。甲阮兄弟姊妹聚伫伫遮，我们用诗歌来歌乐感谢你。求你即时也用你的话来邀请阮，予阮通对你搁摕着活命的力量甲水泉。正做阮徛起伫地上，生活、快乐、甲信心，也甲是阮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，而且会通感谢的时刻，会晓算数你对阮的疼有偌大。伫阮欠亏的时，有你及时的补助；伫阮忧伤、流目屎的时，你透过阮四周围的人事来拭去阮的目屎。在我软弱的时，有你信心的帮助；也在我欢喜的时，想着我亲人朋友，甲我三甲欢喜，享受厝内的温暖。也搁较在我无气力祈祷的时，你用讲袂出来的吐气来为我祈祷。感谢你遮的所有的听。今仔日是大工节的第一主日。当阮咧无闲，装塔阮教会的外貌，也是咧办真济活动的时，阮意爱是咧向世间人报这个欢喜的消息，就是耶稣基督为着阮卑微降生伫买座。伫即时，阮要先要求你，请阮只伫阮只受阮的敬家里的心内，先把这个卑微的买座的记号，放伫阮只敬家里的心内。让阮会当摒弃一切的俗情烦恼、贪恋、甲自我自私，让阮要学耶稣基督的谦卑、行怜悯、好公义的心，通予人知阮是属主祢的儿子。每一个人会当亲像一支蜡烛，照光伫一个黑暗的世界。只是也要为着教会各团体各样的事工来祈祷。求你坚固团体所做的事工，尽管达人的积分甲文书来尽心服侍，也享受会长甲各干部因有合一的心，三无齐，享受因有教义的智慧来解决一切的事。上条来是有你的话，正做因的快乐，互因会当伫咧你面头前，正做一个好个尽忠的管家。也为着阮教会身体欠安、心情软弱、受伤的人来伫你面头前呼救，求你透过医药的治疗来医治因的肉体，
也求你用你的话安慰心灵软弱受伤的人，因为阮会通安慰的人的气力实在是少。阮只有将伊带到你的面头前，求你家己行医治的观念，因为受伤，重新搁予伊新的气力甲活命。我也要为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恳求，求你予阮大家心中有上帝，会当甲上帝你同行。求你为阮创造一个清气的心，予阮伫你的内面有重新一粒正直的灵。兄弟姊妹互相宽勉，互相扶持。活在世间的时，阮会当同款的印象，定睛伫你的身躯。也甲是阮的祈祷，予阮真正会当愿你的名字，带阮活入伫迄个市。更加重要的是，教阮学习会当来下面保护阮的人，因为阮有保护上帝，阮有保护人，而且予阮真正会当享受一地面，亲像一天面一般的乐园。求你也看顾保守阮的牧师甲两位团队。用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完全抵挡所有撒旦的攻击。不管是伫家庭，也是伫教会的事工，求主因对你家来的智慧，分别你的旨意，甲勇气来抵挡撒旦的试探。会通带阮以后教会的进行者，同心做伙来建造上帝国。那阮即时也要从早起的礼拜，甲献祭，完全的交托。求你欢喜来感恩甲祝福，祈祷是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人将伊甲歹人排做堆，让伊
总是上主的旨意，予伊受逼迫、受苦楚。予伊当下心内所想的罪。伊会长退休，看到子子孙孙。经过受苦，伊会看见光。真多人，真多异人，所以我欲甲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分业，因为伊放下性命到死，总是伊担当真多人的罪。其实，咱真欢喜，你请坐。